求你，予我创造清净的心，予我内面有全心正直的心。上帝是光，伫伊全然无暗。咱若行伫光明，亲像伊伫光明，就咱三角交会，就是到地甲伊的囝耶稣基督。这是咧要来读圣诗，何上帝圣诗第171首，圣诗第171首。圣徒如今祝圣殿，哈利路亚。俄勒上帝大恩典，哈利路亚。天赛威仪，伊宝座，哈利路亚。唯一仁爱，但俄勒，哈利路亚。请咱起来作诗。
世事最先知。若是事有交臂的心，到遐来移山。若是事尽所会来真济，搁献我的身躯回收。你若是够宽容慈悲，无行见小事，无求家己利益，无欢喜不义，是甲真理相甲欢喜。你若永远袂无去。因为咱所在的无完全，最先知的也无完全。我最近的时讲话亲像囡仔，意见亲像囡仔。因为咱今对行得看有无无明。今所在无安全，现今所存的就是信、盼望、仁爱这三项。Yeah.
人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让阮会当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。这时，我们用虔诚、谦卑的心来回应你。不求主你赦免阮心中所有的罪过，洗清阮心灵中一切的污秽，让阮用纯洁的心完全献给你的面前。求主你安静阮的心灵，让阮对你的话甲教示来得回答。阮的心中就会充满求主爱的回答，来活出生命的意义。啊，这时阮要为阮全国百姓来祈祷，在阮现今的社会制度里面，充满了公民主义，甚至为人发动者的，啊，互阮整合的者的弱势人也受到欺压，也阮整合的者的环境也受到破坏，甚至影响着阮啊未来的者的子孙。我祝你帮助我，我会当在我着怎样来坚信、来过受你所教导我台湾一个都市，也我会当听见遮个困苦的人的声。因此，这是因为人无行公义，心无存仁怜悯的结果，总是我心受对主来一款公义心，或者是这是甲我无关系。主耶稣，你若教示阮，伊若最大的你就回应，要伊一份食。生命意义是在伫付出，毋是在伫领得。所以你爱阮，啊，你会当来到伊面前，来伫遐做，阮知伊若是肯，是真心，阮着将主所付过的食，稳定，搁一间伫阮生命。生活中来活出真正耶稣基督希望的关系，在阮的周围中间就当显明这个天下真理，来将一切因缘归依。在这段期间，阮教会的屏幕，阮知阮是不是有被万恶势常常在祈祷中来审判圣神的引带，阮圣神的上帝当。竞选一位合用的丈夫来保养主义的灵魂，因为这一切拢是伫上帝你的旨意。我们用感谢有你的心来仰望交托伫主的灵魂，感谢上帝引带啊，陈牧师以及洪千惠传道伫台语、华语中间将上帝的信息搁一届来传递完，愿圣神降临伫这个会中。我们今日所有的敬拜、和乐、尊贵，拢当归于三位一体的上帝。愿主的信息当临临在伫我的心中，我愿充满平安喜乐。愿安尼祈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。